我是 Rachel 啊，最近我网购了几盒 DIY cocktail 懒人包，即刻开嚟睇下先。一盒 DIY cocktail 懒人包可以冲两杯饮品，仲附有埋调酒棒同酒杯，大家只需要准备冰粒就得。等我试下跟住教学嚟调酒先。大家可以跟住试管上嘅 A、B、C 顺次序倒入杯度，不过加几多、几时加冰就要留意清楚啦。最后加埋干花装饰，简直打卡一流啊！真系好易整喎，仲几重果味，好易入口添。呢杯极光就有渐变效果，用灯照下佢仲靓啦。而呢杯红色嘅 cocktail 就加咗咖啡同 Godiva 黑朱古力，味道好香浓啊！想再方便啲，有一开就饮得嘅港式醉柠茶，有酒味嘅柠茶真系好特别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